术人 ，artist， 艺术家。Hey guys，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你好，我是 Cynthia。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人呢，他是 Ian。Ian 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现在住在日本。这次我算是被半哄半骗的踏上了这个两天一夜的小旅行，所以你现在看到是一个非常天真的我本人，因为我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我将会被一只巨大的蜻蜓给吓哭，然后还要淋雨骑脚踏车。总之有很多很崩溃的事情发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OK， 拜。从这边到 Niyoshima Island 大概要3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准备要出门，然后这会是一个很长的旅程。Are you ready? Yeah, let's go. 好好 ，Let's go. Black and white, the world was a cloud of doubt above us. I wish there's something I could do to get through. Oh, it's magic.上面，然后准备要去我们所谓的 Art Island。是说今天影片其实主要是我们的远距日常，那我个人是蛮推荐这个行程的，所以如果你对行程有兴趣的话，我都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资讯栏，你说我是不是很贴心呢？好啦，那祝大家都幸福快乐，我们 moving on。早上要去一个叫 Art House Project， Out Art 就是有一大堆人的家，然后就有技术人 artist 艺术家。会有艺术家去这些人的家，然后把它 design 一下。我们刚刚租了电动的脚踏车。我第一次骑电动脚踏车。因为呢，如果要骑脚踏车的话，有坡我没有办法。但是如果要等那个 bus 的话，又有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骑电动脚踏车。Yes， 你有看过骑脚踏车？没有，只有一次。但是我们那时候骑一骑的嘛。All right。我很会骑脚踏车。哦，来了，到了，是这个吗？现在来领我们的脚踏车。上下のボタンでモードが切り替えられます。很好，我一句都听不懂。准备喽 ，Let's go， 走走走。喂，这个电池好奇怪。Go。Oh my god, it's so weird。啊，你不等我，走错地方了是吗 ？Let's go, go。Ian, I follow you。好。Yes. 哦嗨哟，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去这个 Art House Project。Art House Project。它九点半开，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冲进去买票。然后呢，第二个地方，我要去这个 Chichu Art Museum。然后呢，接下来去哪呢？我也不知道。拜。现在又把这一个拜拜。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刚才啊，我们从那边这样走进来，然后里面有一个很窄很窄的隧道，然后你走走走走走，你会看到一个楼梯，然后就会从那边走出来。我们现在去一起放戏，你的头发。今天骑脚踏车的感觉真的超级好的，这是个单手骑车的状态。OK， you wanna say hi？ 这一台是电动的，它会帮你往上走，但是啊，好累哦，我要把它加到第二码，等我一下啊。I'll look around。所以准备了三明治。Yes. Someone who laughs like you. 我现在呢，准备要走去下一个美术馆。哦。现在在这个 Venice Venice 还是 Venice Museum 吧 ？Venice。我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呢，今天虽然不能拍照，但是我买了一个纪念品，我真的很兴奋，它是一颗扭蛋。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是 finger cross， 我真的很想要自由女神像。我还没看到，我看到看到是吗？好像是哎。你是？你看，
现在在 Chichi Museum， 但是现在整个下大雨，我们等一下不知道怎么还车子。对啊 ，Anyway， 我们现在在 Museum 里面的 cafe 吃东西，这个超酷的，这个是纸哎，你有发现吗？这是 paper， 很强壮的 paper。When I see the letters form the way your name is spelled, I don't know which way I felt, but now I'm anew. And I can't help it every time when I'm just loving the view, loving you. A simple text and I'm just done feeling blue. Yeah, it's true. Yeah, I'm happy. Oh, look, 在下雨，你可以看到下雨。我拉近点看，你们看到？在那边，那边在下雨耶。我们来做个 OOTD， 跳 marching band。Uniqlo， Adidas。忘记了，丁忘记了。我刚刚旁边看到一只 crab。Oh really? Yeah. 你要去照吗？没有。你喜欢 crab 吗？不喜欢。No， 我看起来好狼狈哦，我整个头都是湿的。看起来超酷的。Cynthia looks really cool right now. 好危险哦！啊，对对对对，我觉得我要啊，我快收起来了。我们到了。哎。在雨中骑完脚踏车，你的头发就会变成现在这样子。还车，怎么样去拍很有名的一个 pumpkin？ 这个 pumpkin 就是草间弥生他的代表之作。然后我们刚刚在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一个pumpkin 形状的一个钥匙圈，我觉得超可爱，但是一个要1000多块。我现在才记得。台币。Pumpkin， pumpkin， pumpkin， pumpkin。哦，来来来，我来进来探险一下。哇哦！走出来之后看到的景色就是这样。哇！拜拜。好，我是 Cindy 啊，我准备要吃你了。好吃吗？还好。我们刚吃完饭，现在准备要回到 hotel 休息。那今天的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是一个很日常的。If you guys like this video, please giv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you can also follow Instagram right here. And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one. By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Sight of you makes me dizzy.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Uno port, 然后从 Uno port 打船。